通读《论语·圣训》第二册第232页。人不知而色不愠，不识人言方显真。超存舍亡天心应，无为妙有古之精。探自所隐无穷尽，似教博学笃行尊。慎思明辨自审问，备要达通在经纶。节物欲理财修道，必须素日轻重分。听闻正法履地顺，世外桃源逢知音。掌握机缘定方寸，希望种子木甘霖。开船度化固其本，细水长流永如春。积雨成舟正浸润，光明磊落人尽清。面对世事良方处，有德必能正人心。顺逆遭遇行不问，孤寡勿犯礼义生。穷途末路举明灯，唯岛护持离浮尘。信愿行之巩固时，有经济条件扎根。白羊天时反养肾，基础唯在功夫深。立志立品当以成，实守信涵养精神。固若金汤心安顿，三省四肢得润身。和合共事正气论，同舟共济好。爸爸读经，同舟共济度迷津，精诚相感担责任，济天利己为传心，重情义举解困，不问收出敬业乐群，守本分常道尊，常道准儒雅，后祸先劳耕耘。你听爸爸念就好了，等一下再问。现在爸爸在录音，要给大家听。贤才聚合念作圣，与父尽力建功勋。万家生佛本同调，法天几成真道云。永言配命立志稳，心无旁骛前程奔。取善辅人言忠信，修事愿无误发善心。深根固底是敏慎，有卑而高登天门。好高骛远则出漏，实事求是是礼依循。实事求是礼依循，切问静思学致用，自能精进得日新。感召万众一心立足，浅明天不负人。经训道学充满，以教人善返璞归真。有教无类容纳实身，良能惠免谆谆。朝生命中场安身，道德弘不畏苦心。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似然私心。鼓励督促免上进，善时为美大事为神。充实光辉而静思，知诚款款本其真。假行而修纷纷切，律令待时宽厚纯。洁身自爱投众意，万物人己但有心。沉静至持有理性，荣誉接种道真显真。知心知性交管报，羊角之谊知遇恩。志趣相合古玄论，朋友有旧师长尊。三纲五常逐次序，六纪善意坤地亲。亲亲为大尊贤等，礼数所由至卓真。正心修身反其本，立足崇德正九品。连练火宅加身正，济善与此大悲诚。四无量与善化人，教莫逆质量多闻。三乐三戒弃三损，三畏怀行君子身。张明古道二六寸，知行合一又循循。居处谦恭直视敬，以忠以孝树业勤。能养能耐宠辱不惊战，和而不留乃高人。为之未有志未乱，合并之有得益勋。自强不习善随顺，处变如水利物群。从然后言近行远，人事寻目几度春。久得行之自学圣，为律寻达真理深。重如慧积名不已，故时事凡求本根。明德唯心属纪约，纵然若行报身恩。
无求养廉福之后，戒贪嗔痴不二门，口赞佛语行人谨，始终成居即神灵，但恐凡人自作孽，背信忘义惹贪嗔，唯业随身时可叹，万般不舍速脱身，修办无他守戒已，不必至诚道行深，峻岭崇山能攻玉，远令人意灵胜衣，生气相合之境地，宜相有朋至道情，能入唐室若磐石，任他磨难亦由心，聂定如禅乐无尽，时中次子会当今，天心善解烦恼断，报恩了愿济云云。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训中训，财法履地修道必备是要素，当以诚实守信，使之巩固，时有经济基础，举明灯为导护，遇事良方处，有德必不辜，志同道合，心愿法胜如，不问收获，尽己付出，道场隆重，充实以立足，人能弘道，深浅经出，交友同分重信义，切事之诚，待人接物，与善人交，莫逆怀中树，基础之约重然诺，言行固，为人处事循循如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愿令人亦有相辅。好。